尼伯特风灾后，县府第一个大型活动如期举行，旅客们来到台东，用行动力给予支持。在这要告诉你们，我们都平安了。这一次台风带来非常大的灾害，承蒙各位来资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才可以这么快的复原。在这边，我要请各位一起祈福，祈福上天怜悯这块土地，不要再有灾害，居住在这块的人民都可以平安。第二个我要感谢的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帮助我们可以从灾后重新来过的各位善心人士，因为有你们，我们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恢复了90%的状态。在这边感谢你们，有你们真好。第三个最重要的是要跟大家讲，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再重新出发。我们下的是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带着你们的家人来台东看看我们，谢谢你们，天佑台湾，谢谢。谢谢乡长，谢谢。欢迎来到资本温泉热气球光雕晚会。今天晚上你们的到来意义非凡。台东遭受了台湾史上最强的风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台东人勇敢坚强的在大家的协助之下，用一个礼拜的时间站起来了。虽然重建的路很漫长，需要大家继续来关心，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用这场光雕音乐会向所有投入到灾害复原重建工作的所有的志工伙伴们表达我们最高的敬意和谢意，同时也要宣告台东重新出发了。欢迎大家到台东来旅游、来消费，用最具体的行动来鼓励我们。今天晚上我要特别感谢空中英语教室的彭蒙慧老师，他不但来，他还带来了300,000的捐款。这个本来是他们要帮他庆祝90岁生日的费用，他把他全部捐出来的。谢谢彭蒙慧老师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这么许多年来的这个对我们的付出，谢谢大家，没有你们我们做不到。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every one of you for your help over the past week. This is a new start for Taidong and we've got a long way to go. Your continuous supportwill be very much appreciated. 现在我要宣布201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资本温泉光雕音乐晚会正式开始。在来自荷兰的飞行总指挥指导之下，六个热气球一字排开，依序站起，有来自日本的祈福李太郎及台东爱心热气球等，配合着现场音乐，火光四射，观众们惊呼连连，一扫几天来风灾的阴霾。王洪恩也在现场为大家祈福演唱，为活动再掀高潮。一直在帮助台东这块土地的，不管来自哪里的，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谢谢他们。你是深山百合，我见了不说话。在山洞最炙热的抚慰，仰望满天的星光，深山的百合花，沉睡在我梦境远方，染着思念最遥远的悲伤，还有寂寞的
谢谢台东。借此活动宣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经过救灾与台东乡亲一起挺过难关，将从17号起重新开园。台东所在综合报道。